阿姨，对不起，你是在哪个超市里拿的？问你呢。你们奶奶没瞧对不对？黑什么的？俺俩呀。那你拿着。他现在带的没带？我们还回去啊。这个是没付钱的，你放在口袋里。自己还给人家。以后再拿出钱，先付钱了。快走，快点，快跟他说，对不起啊，他得给你来点。刚才怎么说的？这个是老父亲的钱。问你呢。我跟阿姨说。没事没事，别哭，没事没事。快说，快点呢。说不了，我听到了。大声一点。大点。我听到了。你听到我说没有？大声一点。他说的话想了想，他哭的场面也确实很惊人。孩子现在目前四岁了，告诉他这个东西是错的，然后要让他主动还回去嘛。所以说当时就是拍了那个视频来记录。